过年是当人啊，第一庆祝啊，宝刀位啦。这么多地，表示无挂，可能有退步无？哼，那退步啊，我真落残，你出去啊，莫讲讲我是恁师啊，我甲你讲过啊，牙清虚，肩胛头放啊轻松嘞，喘气啊正常自然。你拄啊肩胛头病只硬，搁喘大气，安怎？有心事要？爸，你一下爸，叫我这么讲话。 我等下调问进程，在你任何个记忆，我心肝有淡薄仔惊，想讲我这伤疼是后生，特别是我这个爸爸，但我刚才遇到了跟咱的离缘哦，甲我阿哥结婚，啊，不过即马你的眼神已经甲我当作是亡人了。 你敢真正有甲我当作是你上疼惜的后生？敢无？你要倒来台湾之前，咱咪已经甲你讲过啊，讲我已经恢复记忆啊。啊，不过我是有一寡记忆，我真正想袂起来。当年阮三个兄弟啊去东南亚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为啥最后我会着急？我做万分崩摇母。 当年建设不久，一间后，他就去山坑，但郑辉唔才会消息。啊，不过总讲我无着急。那恁我三个兄弟啊，照阮原本的计划，转来台湾，但郑辉就会转去无我囝身躯边啊。当年啊，不是因为有人甲阮亏欠，只是阮兄弟啊避免，互我离开我上爱的某囝，互我家破人亡。总讲我若真正想要对我家己的人生讨一个公道。 那那对阮开城迄个人，伊就是真正凶手。看起来你已经出了答案嘛吼？我拢已经想起来啊，当年阮三兄弟啊，摕到泉州了后，阮要离开。 是讲交易去对象鬼王，伊想要乌鸟乌对阮开城，鬼王就是你，爸，我唔对，我就是鬼王，杨姐，唔对，我刚才应该叫你进会。 郑辉，既然你即摆已经知影，真正凶手是我，请搁伫你的手头，你想要安怎做？二十八年啊，做你的丈人，嘛毋是做假的，你的个性我真了解，重情重义。 真正无想要再用到这个枪，二十几年前，那面都嫁乎你，我对你够有防备。不过你表现愈来愈好，甚至真心把我当作爸爸的敬爱，我对你的防备就放下。想袂到，竟然够用到伊的一天。
我现在讲这是怎样，可能重要。杨姐，我现在就要叫你杨姐，我敢说要跟你讨人情。你才几年来，我对你的照顾、栽培、对你的用心，就连娜美都会吃醋。咱别个新婚，叫你讲讲，我要讨人情，恁这家伙就失望了。不过当年我的母亲还在台湾等我呢，哎呦，这种跟两个囡仔抢养大汉，伊不知吃偌济苦，我所当无理伊的辛苦，所以今晚唔吃，这些东西是造成的。你讲你对我用心，你若真正对我用心，为我牺牲当年就应该放我走啊！你之前无够怕死，你所让奈美来改变我的记忆，改变我的人生。你敢知影你咧做，比一千个拍死搁残忍？在我看来，你就是我的囝婿，我、你、奈美，咱是一家人。这都是假的，亲母杨志是假，亲母奈美是假，咱的关系嘛都是假。关系是假，感情是真的。奈美这么爱你，我这么欣赏你，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是我的接班人。我都会放你走，你让他见你叔叔，我不能做叔叔。阿老婆，你给我雇佣叫 game。杨姐，看在咱的情分，我给你一摆机会，放下玩笑，等我辛苦边，你多说讲话，我等动作都无听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过你一次毁掉我的人生。那呢，你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不要跟他纠缠，一定是我恶梦，想不到今日煞变成真的。真好，咱做一摆解决啦，把咱心肝底伤心的结彻底解开。杨姐，你想清楚好。我喜欢这青春了，秦浩，我的宝贝有人，我保留。但是我是个傻，难做会亏欠。我卡就是跟你是怎样，告诉你真正想要等你做你单机会，等你的母亲辛苦病。你都想起我家里，出手要紧、勇、准，为了老证明。去。能。到底有啥歹开枪啊？可能是我判这个秘密判你这么难听嘛。
我这次回来台湾都是听有辈啊，啊，我了解你的阴影，我雇佣无你欠人的，这个冤仇你还要讨，我心甘情愿。那你哪会呢？伊敢知影讲你就是鬼王？那这你就别当怪那妹啊，伊就是惊你离开伊。我当跟你讲我详细，当初你搬来山坎，是那妹求你回来，我本来要结束你的性命，那妹一直替你求情，你一条命才求回来。所以不管奈美是不是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伊拢是你的恩人。嗯，我已经决定，我要做顿个单亲会啊。奈美伊嘛支持我，所以我袂怪伊，也袂甲伊计较。真歹势，我讲过啊，你要暂时，我阁袂当离开奈美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二十几年前，阮国家事业发生危机，阮也来求我斗三工。虽然迄当阵我的事业做了袂歹，啊，不过阮家需要钱足济，所以只好伫恁三兄弟来的时阵设计恁。所有代志，你应该拢知影。乌吃乌的计划失败。我那也无摕到钱，伊遐么倒去啊？伊嘛知影代志经过，啊，不过伊唔知影周胜强、彭耀武，啊，佮有你，你三个是兄弟。那知影你两兄弟啊，佮你来爸即马惊我，你想看卖？我那遐来知影。是恁三兄弟破坏伊好事，伊安怎对付恁？爸，你敢袂感觉你即摆讲这话真好笑啊？当伊明明就是你乌只乌呢，阿爸伊知影竟然无阻止你，那呢伊就是凶手啊！若真正要讨公道，应该是阮三兄弟啊，唔才对。恁讲有才对。你感觉我两兄总裁位置是安怎坐起哩？伊这个人，只要是阻碍伊成功的人，伊拢无顾将军和伊孝顺，甚至该相亲下宴。这个人，你感觉你家己讲我都应付？讲个歹听啊！伊若要甲恁三兄弟武斗，就敢第四三只狗也同款这么简单啊！我较早从来唔想过讲阿伯竟然是这种人啊！嗯，迄是因为你是杨姐，伊家己人，啊，不过陈志国就唔是啊。你即马讲话，表示你已经做好决定，你决定要跟我做对头。既然你不是古家的人，我也不需要带念任何的情分了。是讲阿伯，你若拄到我，搁叫我一声阿伯，恐惊嘛拢无效。杨姐，听我的，暂时卖离开奈美，搁我一点仔时间啊。你今仔是咧跟我拖时间啊？我有用意，我袂骗你。